今天攻击拿下20分，篮网2分。西米球靠网，哇哦！再拖在对方手上，对，他其实球有一点稍微粘在手上，等对方碰到再推啊，是有经验的。因为如果手没起来，直接推啊，角度有可能出去，但等你手，他就要就好了。太快了，节奏不对的时候，人家就没摸到。郑正坤的发球，西米手到，修正球，雷诺，雷诺，还有，再来一波，第三颗，吊球，西米，篮网出界，出界，20-17。在第四局，中原大学先拿下第20分。我这个庆祝的规模好像是拿冠军的。对，但确实现在这种气势是会影响这个选手的心态啊。甘茂发球，吴信全打后排直接弹回来，再一次。你上来，这个球被拦进场子里面，被西米拦到了。哇、在捶胸口、啊。前一次被你打他就要，这次我直接把球拦进你的场子里面，我来得分。现在国比交大在4分落后的情况下喊暂停。哦，因为这一局对中原大学非常关键，如果能够顺利的拿下，把局势扳。